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原神：生炼岩巧万彻金活动攻略》第二天17到20周期。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这个17到19啊，上面这个云汉色的话呢是魅力和智慧为主，然后底下这个八重堂的话呢是以这个智慧为主，那我们就做这个智慧魅力药剂就可以。来，你先去把这个药给它收一下。好，然后大家这边也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药剂的库存数量，然后自己可以自行调整。紧接着我们过来做药，这个智慧和魅力为主啊。好，大家看到我这边是这样子进行一个摆放的，叠的比较多，在那边拉出来多给大家看一下。好，这样子来放的。好，我们那边植入完成炼制，个高级的智力魅力，好，智慧魅力。好，然后呢接着过来找这个 NPC 啊，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经营效率，可以优先把全部的都升到这个二级，不然的话一下子花的这个钱太多了，后面的升级一下子都要升这个9万，有点多了。好，我们货架这边的话呢自行调整一下啊，这个和魅力有关的我们可以留一留，然后这个比较低级这个生命智慧我们可以下了，上这个智慧魅力。好，这样子来，然后结束我们这个周期，这边赚了这个6万，还可以。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财报过来看，这个高级生命、高级敏捷、高级生命这个卖的销量啊不怎么样，我们等会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换掉。好，好，那这边迪卢克来了，我们一边找迪卢克对话啊，提交订单。他这边的话呢，需要是生命智慧或者带有专注放松词条的，我们直接给他这个生命智慧药水就可以了。刚刚做的，直接给他啊，不是刚刚做的，上一批做的了。好，这边订单完成，老样子，过来收一个收不了，哼，每次都忘啊。来，我们接着过来炼制，然后上一次做完了，我们这边这个市场需求啊都刷新了。那么刚刚做的是一个魅力智慧，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纯智慧的。好，大家看到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摆放，然后顺便的话还可以再小叠一下啊，然后底下这边也可以再叠一个，全部给它吃满，是一个特级的智慧。大家做不出来这么高级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一个高级智慧也可以。你们现在想要做出特级，确实有一点点困难。啊，然后那边炼灵等级到了13，回来之后呢，啊，路过这个 NPC， 大家不要忘记再过来升级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奖励全部领完的话呢，要升级这个10次才可以。来，接着把这个一级的呢都稍微往上升一升，然后有多余的闲钱的话呢，可以再把这个药材产出相关的给它升级一下。好，接着过来上架。比较低级的这个药水这边魅力啊可以下掉，然后换成这个智慧。大家看到这个特级的话已经是金色了，然后我们结束周期。好，这周赚了这个9万7，很多啊。好，然后接着过来收药。好，收完药之后呢，我们接着过去做这个药水。啊，这次呢就做这个魅力药，看能不能做的再高一点。好，这边的话呢单独做了一个魅力药，大家看到是这样子一个排版，然后呢还可以继续往上叠。好，到这边 OK， 我们置入完成炼制几个高级的魅力药水，然后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卖的几个不好的药水啊，我们可以来替换掉。来，过来上架。啊，刚卖的几个不行的这个生命药水给它换成魅力，然后结束我们这一个周期。反正这边呢最后会给一个20到22周期，但是我们做不完这个周期，我们只能做完这一天啊。然后这一天刷出来这个词条的话，大家没有办法确认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做出来的药最后卖的好不好来判断它大概的词条是什么啊。那上面这个金色装的话呢，我也是第一次刷出来，但是看它这个加量字的话呢，应该是和生命和强健有关系。然后底下几个的话呢，之前刷出来过是这个生命治疗强健啊，或者生命治疗镇定这样子。好，那我们再过来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完好了。药的话呢还要再等一个周期，我们直接过来做药。
这边的话呢，就以这个生命药带这个强劲的甜甜花为主。好，大家看到我是这样子放的，底的话呢是以甜甜花为主铺，然后上面的话呢，大家看到啊，这边叠了一个，然后这个位置呢也叠了一个，多出来的是这个特级的生命啊，我们置入完成炼制。好，那么今天到了这个环节啊，大家做完药之后啊，我们千万不要着急。做完药之后呢，大家打开经营手册，我们把全部这个奖励都给他点一下，然后自己看看还有哪些这个奖励没有完成的，不然的话呢就要等到后天才可以做了。啊，大家看到这个加速培育药材一次，这个没有做过的，那我们过来加速一次。大家要是钱比较多的，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全部加速，钱不够的话呢，我们单选一个可以加速培育啊。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直接全部加速一次好了。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第二天的全部奖励啊都给他这个领完了。好，不要忘记把我们新做的这个生命药水给他上啊，把这个比较老的这个敏捷智慧啊只卖180给他下了，下上这个960的生命啊，然后呢我们这边直接结束周期。好，那今天的这个到这边呢也就结束了，他这边已经停止运营了。好，我们只能等到后天再接着往下玩了，那我们就后天再见，拜拜。记得关注再走哦。